本届企业家大会规模将达到1000人，中非各方踊跃报名参会，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。目前共有中方企业家代表382人，非方企业家代表408人。总体上看，本次企业家大会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会议规格高，中非领导人以及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将出席会议并致辞；二是非方参与积极性非常高，已经有来自塞内加尔、南非、肯尼亚、埃塞俄比亚等48个非洲国家的408位企业、商协会等机构的代表报名参加本次大会，充分展现了非洲工商界对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的浓厚兴趣和强烈愿望。三是企业代表性强，与会企业涉及众多行业，既有来自能源矿业、基础设施、金融贸易等传统产业的企业代表，也有电子科技、通信卫星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企业代表，既有中非合作领域的知名龙头企业，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微企业。四是活动时效性强，本次大会为中非工商界搭建了一个分享经验、开展合作、凝聚共识的平台，中非企业家将利用这一平台加强交流对接，发掘贸易、投资和产业合作机遇，共享中非经贸合作的红利。